帅的嘞。击鼓还是很帅的哈，嗯，你看你好僵硬啊，肌肉大。这段鼓是纳西尔·雪涵打的，是吧？对，那边打鼓的。哦，这段挺那啥的。把他们受伤，嗯，带人回去。格挡准备。我觉得柳乐跟我一组真的很挺难为他了，挺遭罪的啊，怎么往死里干的呢？王力宏，眼神不一样了，每个人。对，其实好多自己后来设计了一下。刚才回头这表情可以。我老师准备。我自己心中的理想角色就是将军。